好，准备了。好 ,3, 2, 1, action. 刚刚打给你的。讲什么？那打的给我的，是我家的。他在骚扰你。我跟他在两个月前分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很不甘心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两个月内一定要交给他。那时候说的是气话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蠢，可是我今天一接到他的电话，我还是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我刚刚告诉你。你到底跟我说这个干嘛？你就这样跟我走了一整个晚上的路，只是想找个人陪你上象山，然后打卡上传，让大家知道，让他知道你有人陪吗？所以我就是那个麦香鸡啊，你随便答应店员点的麦香鸡。我随便选了麦香鸡，可是麦香鸡还是可以很好吃啊。我可能是听那个店员推荐的，但要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再选一次一样。不一样，根本就不一样。你不用道歉啊，你没做错什么啊。你只是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跑下车的笨蛋逛了两个小时的街而已啊，你干嘛道歉嘞？你只差一句哎，万一这等你好久，还不错啊，能到。